做生意脑子里就不能有不好意思这四个字，你做生意当然要拉下脸了、你拉下脸之后你才能做大生意。因为你爸爸这么要脸呢、我也想要脸呢、可是我知道、我的脸比起那吃饱穿暖它太不重要，要吃得流油穿得体面，赚了钱当了大老板，那才是真正的脸面呢。